看到了萨尔维亚呢，现在是好冷好冷哦。几个国家的慈济人汇合起来呢，从12月2号一直到8号，要花出是5450套的韩衣哦，这都是在萨尔维亚的啊，大家领到了。能保暖的衣物啊，都打从内心的感恩，因为慈济人到了，先用爱的抚慰啊，然后呢，才真正的就跟他们沟通哦，给最需要的人。这种大家的欣然接受了，都是很欢喜，那是一份情，真诚的情感呐、啊，他们的感受啊，那衣物先花，我们呢也已经开始相继换了，也准备要空运。到达，因为他们现在所吃的呢是冰冻的面包，还有呢是矿泉水。每天他们发给他们的食物都是这样的。听了看了他们照相过回来的，看到了那一块冷冻的面包，还有那一瓶的矿泉水，实在是看着打从内心的不忍。这都是我们在一直呢在沟通啊，如何呢航运能到达。所以呢一直这么多天来了，终于呢今天可以上飞机啊，那很感恩啊，波士尼亚的这一次也同样来参与啊，要不然的话我们的人手还是不够哦呀，又要把人文真正的让人人能感受到的被尊重的，让他们的心啊开了这么久的苦难呐、啊，让他哪怕是短暂的欢喜呀、啊，也能让他们感受到世间呢，人与人之间总是呢有爱的，这都是尽量能做得到哦。那又看到了柬埔寨的有爱。传出去，那就能净化人心啊！本来柬埔寨是一个粮仓啊，可是气候不调啊，五谷杂粮呢也欠收，再加上呢穷人呐、啊、米粮涨啊，所以我们台湾的米也送到了，发放了。很多人在那里花心呢，那其中有一位呢，他的司机呀、啊，本来作为旁观者哈、哦，但是呢，一次再一次的看到了他自己呢，不由自己呀、啊，开始呢也投入了，投入帮忙扛米等等啦、啊，发放啦、啊、等等。现在已经呢，他也承担起了这个真善美，他愿意呢承担这么感人的画面，要让他留下来，
这慈济人在那里不只是华放，同样呢也有华的带动，他们要带动环保意识，他们还要给他们了解呢竹筒岁月的，要让大家能理解呢造福人间的快乐，而且种福的种子啊，这个不福种哈，好的经济啦，还要呢辅导他们呢环保观念呐、啊，所以他们每一次的发放呐、啊，都有这样很感人、很温馨的哈、哦，而且也看到了慈济人呐、啊，也都是呢，不只是在净化人性啊，那这一回的行脚啊，到了新店哈、哦。听到了很丰富的分享，多少人的病痛啊，其中呢有一位是我们的华清呐、啊，叶里哈、哦，他是很资深的委员呐、啊，他曾经呢年轻的时候投入呢股票啊，他赚了很多钱，他本身呢是。没有什么读书啦，可是呢他对数字、哦、很敏感，很会精打细算啦、啊、他呢都会这股票安怎做安怎谈啦、啊、总而言之啦，他探及呢总是这样的挥毫，一直到啦我在吴尊贤的讲座的时候呢，他听到了，他算来也是很立根、哦、他呢如梦初醒，他就开始了改变自己哦，开始呢他就投入、哦、在如何做环保，如何到社区，如何呢跟慈济人一起、哦、可是呢几年来呀、啊，他就是有关节痛啊，也这得下心呢，就是做环保啦。那上上下下呢，其实这关节痛啊，这很难受哈、哦。那么他后来啦，什么药啊都吃，都要都去治疗，钱拢有开，但是呢，到最后他就是。找新店哈，洪医师关节镜哈去做治疗，果然呐、啊，就半年以后啦，他不痛了啦。虽然要上下爬楼梯，真的是苦不堪，他还是呢，还是很坚持的他的方向，修功德回教修，下苦环保，赶快走。赶快关怀，这实在是很令人感动的啦。所以呢，苦济拔矣啦，那让他呢能清安自在去为其他人说法，净化人心，真的是也很感动啊。当然呢，在大林也有一个哈、哦，我们的第六届的医学生哈、哦，现在只是医师了啦。这位妇女啊，她呢的病，讲哦，记着三年的总统拢八年安尼过啊的疫情啊，我就有这种的病，这个大小都同一道出，那开始去看挂号的时阵呐、啊，啊，看到医生吼、哦，在你笑脸呐，他开头呢好像有一点呢，那感觉这叫笑脸刚无法。都好，这一位我们年轻的医师就为他呢这样的开刀治疗，现在已经呢脱离苦海了啦，要不然的话连晚上睡觉呢
他的床铺都是挖了一个洞，下面放了一个桶，他不能穿裤，就这样的。苦不苦啊？20多年呢，他就是这样，不敢出门，也不敢坐车。总而言之呢，这么痛苦的人生熬过来，等到这么年轻的医师帮他呢，就是啊呢，改地疗过来。所以呢，想一想啊，啊，嘎在呢，我们有医院啊，够卡嘎在呢，我们有医学院哈，能栽培这么多的好医师啊，这都是很有希望的。